韩国瑜市长有没有看到你们国家安全的机密资料？他能看得到吗？跟我回答一下。他看不到。对。高雄市长韩国瑜赴陆拼外销，却遭到府院党联合围剿，又是偷渡一国两制，又是搞卖台，如此重大的国安危机，台湾最高情治单位竟然一无所知。韩国瑜去推销台湾的农产品，能出卖台湾的安全跟自由吗？以你国安全局所有情报投资在那边，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有没有这样的证据在？你跟我讲有没有？空气瞬间凝结，国安局长一阵沉默。到底是韩国瑜卖台，还是民进党抹黑？国民党立委陈超明进一步追问：为什么韩国瑜到中国大陆访问要回来要写报告？啊，郑文灿市长到美国访问回来，他就不用写美国报告，危害国家安全。这些事件如果到美国、到日本、到泰国、到哪里的话，他要泄密也照常泄密。国安局长哑口无言。郑文灿市长到美国访问回来，他就不用写美国报告，危害国家安全。这些事件如果到美国、到日本、到泰国、到哪里的话，他要泄密也照常泄密。国安局长哑口无言，但真相却越变越明。谁能想到吃到肚里的蔬菜水果，竟然成为出卖台湾的邪恶帮凶？随便扣帽子，红帽、黑帽。出卖台湾，去中国大陆就出卖台湾。那台积电到大陆设厂，它的影响有多大？所以你们讲话都在放屁嘛，因人而异啊。质询在国安局长的尴尬中结束。韩国瑜到底是卖台湾还是卖水果？答案不证自明。